시간이니까. 是 Center Console Movement， 我们的可移动中央安座。那我们中间的安座会升起，然后下面可以放水杯，或是可以装水，那上面可以放像是你的一些生活配件、手机等等。那大家可以再往右边靠一点点，可以往前看车头仪表板的部分，我们是会采用投影的方式，投影在木质仪表板上。